居中国工程机械环境产业企业第一。创立于1992年的中联重科，秉承科研院所的优质文化基因，经过20余年的艰苦奋斗与跨越创新，正以全球领先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卓越成就与品牌形象闪耀世界。全球最长臂架泵车，全球最大吨位履带式起重机，全球最大水平臂上回转自升塔式起重机，全球最大的平头塔机，全球最宽摊铺机等世界领先产品，代表了中联重科从原点挺进世界最高峰的历程。2015年，智能绿色理念在技术、质量、服务上全面落地，标志着即将迈入中联重科的产品4.0时代。中联重科将不断创造技术创新、质量领先、服务升级、成本极致的高效产品，为人类续写幸福和梦想。从2001年开始，以包容、共享、责任、规则、共舞为理念，中联重科通过海外并购与海外自建，翻开国际化的崭新篇章。先后收购英国宝路捷公司、意大利西弗公司、德国 Vertec 公司、荷兰 Roster 公司、意大利 Laduna 公司等世界一流企业，买断德国 Uster 全套技术，实现了与国际技术和标准的无缝接轨。在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推动下，全球配置上先行一步的中联重科，产品已远销“一带一路”沿线25个国家，在80多个国家建立了销售和服务平台，40多个国家建立分公司。亦复会有中联重科全球化的海外蓝图已清晰展开。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，中联重科率先将智能化植入产业升级中，物联网服务成全国首创，量化融合水平处于全球前列。从智能设计、智能制造到智能服务，中联重科运用信息技术开启商业模式的大变革，向中国制造2025进军。2013年，中联重科拉开战略转型大幕，环境产业的逆风飞扬彰显出新兴产业的强大生命力，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之首。奇瑞重工的加盟使中联重科产业版图上新增一支劲旅，农业机械全国领先。集团财务公司的开业启航为实体产业插上了金融支持，这一切都在不断刷新着中联重科跨界发展的新形象，成为集工程机械、环境产业、农业机械、金融服务等多为一体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。未来，中联重科将继续秉承工匠精神，创造极致的产品与服务，塑造中国品牌在世界的正能量，展现中国制造的高度与厚重、力量与辉煌。